届世锦会一举创下规模最大、入境人数最多的成都纪录。同样是2019年，亚洲体育舞蹈联合会总部成为首个落户成都的国际组织总部。最新全球赛事影响力城市榜单，成都由第89位跃居第28位，进入全国前三。2021大运会、2022世乒赛、2023亚洲杯、2025世运会，顶级赛事纷至沓来，成都时间全球期待。体育正在成为成都国际交往的崭新名片。